王亚杰，1979年9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，中国内地女演员，毕业于安徽大学艺术学院舞蹈中专班以及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。2003年出演赵本山执导的电视剧《马大帅》，饰演了玉芬。2005年参演《马大帅三》，饰演女一号玉芬。2009年获得第21届金星奖。王亚杰运气真的挺不错的。毕业后就得到中国最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的赏识，并邀请他上春晚表演。王亚杰认为，赵本山老师已经是春晚常客，而他也从来没有演过小品，压力太大，害怕演砸了，就拒绝了赵本山的邀请。对于登上春晚舞台是多少演员梦寐以求的，而王亚杰却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王亚杰把名利看得特别淡，这也是现在很多演员所缺失的品质。王亚杰颠覆了《马大帅》中玉芬的温婉形象，演绎了许多种不同类型的女性人物，时而淳朴，时而美艳，时而悲情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星途顺利的他，王亚杰与于洋在经历4年恋爱后，于2011年11月于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领证结婚登记。现在王亚杰的重心就是回归家庭，相夫教子，祝福他。